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不得不说，王一博着实是一个宝藏男孩。之前在天天向上中担任主持人的时候，谦逊的样子着实博得不少人的好感。但他不仅为人谦逊，而且业务能力同样也十分在线。前段时间呢，其官宣的这就是街舞，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能打能扛的业务能力。不得不说，难怪他能够成为顶流了，长得人又好看，说话又好听，而且还一直诚诚恳恳的练习，保持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样的偶像谁不爱呢？身为顶流的他，现在呢自然也是有许多十分让人艳羡的合作机会。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叶波和一个大花有了合作，表现得十分在线。屏幕前的你是否有关注呢？王一博、章子怡居然罕见合作了。大家都知道，章子怡一直以来都是神坛上的女星，年少出道，凭借着《我的父亲母亲》《一代宗师》《艺伎回忆录》等作品直接走向世界，在我国影星当中呢也是屈指可数的了。并且最近话题度也是十分的在线，前段时间热播的《上阳赋》也是让很多人纷纷吃瓜，热度直接拉满了。足以可见章子怡的地位到底有多么的稳固，这也让章子怡的合作对象一直以来都是十分高大上的。不是和天王、梁朝伟、刘德华等天王合作，就是和惠英红啊、赵雅芝等这些老戏骨同台。而这次呢，章子怡的合作对象着实让人十分惊讶，那么就是王一博。这次王一博和章子怡在某 V 字开头杂志的这个许多明星梦寐以求的镜头之下，有了一场合作。据消息称，这应该是某音的一场活动。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王一博直接和国际影后章子怡同台搭戏，化身于上个世纪的豪门贵公子，上演一场复古大片。两个人宛如是回到了上个世纪的电梯，在电梯当中一起热舞。不得不说，这个搭配也是有看点十足了。王一博气场1.8米，丝毫不输章子怡。大家都知道，章子怡身为国际影后，年少成名，同时还在多个演技竞技类的节目当中担任导师，自然气场也是十分强大的。稍不留神，那么很有可能就会被章子怡的气场压制住，接不住戏。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镜头下的王一博表现的着实是十分在线的，和章子怡同框，但是却存在感十足，不会被章子怡抢去风头。时尚表现力也是十分的绝子了，再加上本身视频的内容就是和舞蹈相关，这也让王一博更加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展现自己本身就不俗的舞台实力。这个舞蹈水平也是十分在线，看得出来，虽然动作很简单，但是叶博呢也是有过经过认真的排练的。所以在镜头之下，叶博的表现和气场完全不输于章子怡，这也不得不让人感到十分震撼了。王一博这也太强了吧！两个人着实是气场十分的旗鼓相当，博君一笑在这个镜头之下显得十分和谐，这画面着实不错，期待下次的合作。不得不说，这个势均力敌的气场也让许多的网友们感觉到酥感爆棚了，让人不得不钦佩。怎么王一博和谁搭配都那么有感觉呀？这个画面氛围感着实也是爆棚了，这让许多的网友十分的期待王一博和章子怡接下来的合作。复古贵公子王一博和上世纪摩登女郎章子怡接下来在某音的活动里面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着实是吊足了人的胃口。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待王一博和章子怡的这次合作呢？不如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吧。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